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专属文旅打卡季，刷新你的安徽记忆。哎，今天咱们的主题好玩了，叫超级转转转，七圈还没结束，八圈。全新文旅实景关卡，江淮好物集结上新，全民冲关，花式比拼，解锁完美打卡路径。这个要能过来，也算是创造我们第六关的奇迹了啊！但没地方抓了，麻烦了，麻烦了，麻烦了。这关考验的是良好的判断，好的判断，好的判断。七月六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碗里冲关行，全民去比拼。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文旅打卡季。快到碗里来，全民去冲关，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我是冲冲家族陈琦。哎，今天咱们的主题好玩了，叫超级转转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旁边呢，有一个幸运大转盘。接下来，不管男生队还是女生队，每一位冲客冲关之前呢，都要转一下。当然，这个转盘上有好有坏。是的，我刚刚想说，我放眼望去，我看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什么东西？奖品不见了，太可怕了！我刚看了一下，上面写了一个场内求助。这场内求助不会是求助我们吧？哎呦，你想哪儿去？求助你？你还记得我闯关吗？第一关就落水了，怎么求助？求助你肯定不行啊！放心，这个求助的是我们水下的救生员。对，但是如果求助主持人呢，只可以求助锦江一个人。是，而且我们还有这个让人头大，我们也要戴上这种特别卡通的头套去冲关，很萌的哦。我相信其他的大家都能看明白，但是有一条啊，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太明白。哪条？哪一个？我问问你们啊，好深的一段感情，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呢，就是跟主持人拥抱一下，增进一下感情。我觉得有道理，完全不是。好深的一段感情呢，我们通常说一句话叫做“感情深，一口闷”。但是赛道上是不允许饮酒的，是的。所以好深的一段感情，男生要在闯关之前喝一整瓶水，女生呢女生喝半瓶水。来，今天除了赛道上的水平，还要看出发之前的手气，来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文旅打卡季。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超级转转转。哎，这个好玩了。问一下吴志斌啊，平时你的运气怎么样？平时我运气加上手气，就是双气超好。哎呦，那今天咱们来试一试吧。来试试，来，现在就到我们的幸运转盘前面。先看一看啊，哎，我先来转一下，看我运气怎么样，好不好？好，你想先试试？来来来，一二三。好，来看一看子涵的手气。赛前热身啊，这个还好，这就运动一下嘛，对吧？赛前伸伸胳膊伸伸腿运动一下可以。我也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啊。我最想赚到的呢是这个关闭喷泉。哎，这个好，对，减少赛道的这个湿滑度。哎，减少湿滑，不那么滑了，增加阻力了。来试试看看能不能赚到。哎，有门，有希望，有希望。赛前热身，你看手气就是这么好。哎，可以，我们俩这运气还不错。不过我们俩抽到什么呢？也不能真上去闯关去，关键是看接下来的冲客手气怎么样。来，有请第一位。有请。你好。你好，自我介绍。我叫杨小飞，我来自贵州安顺，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宠物医生助理。平时会喜欢猫猫还是狗狗多一些啊？之前喜欢狗，然后现在养了4只猫。4只猫，家里非常的热闹。就是他本身这个工作啊，就是自己的爱好。我觉得呢，这个是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快乐。是的，对吧？本身肯定自己喜欢小动物，对吧？家里光猫就养了4只。平常运气怎么样？还好吧。今天最想抽到哪一个选项？看缘分吧，都随缘，都可以啊，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对，来，我们试试手气。来，转动
之后让他自己停留啊，看一下。好，快到了，快到了，我判断是关卡加速。哇！没想到呀，第一个就这么难。就是赛道上正常闯关的时候呢，你比方那个茶杯是转的。啊，对吧，那个梨是上下摆动的。嗯，我们现在关卡加速呢，就是把每一个这样的机关调快一倍，怎么样，这样还有信心吗？有。好的，我就欣赏这位选手的自信。好的，第一个出场，祝你好运啊，加油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我们看一下啊，主要是关注一下这个关卡是不是真的会加速，当然加不加速也得这个小飞过了第一关再说。是的，我们第一关呢是没有变速的。哎，第一关本来就是不动的一个关卡，其实不动的时候呢第一关已经有难度了，因为第一关呢是模拟我们徽派建筑的三个独有特点的这个屋脊，这个仿佛是一位武林高手，绝世高手在这个屋脊上面飞檐走壁啊，状态非常好。哎，接下来呢很明显的能看到关卡的速度变快了，非常考验选手。而且我发现这个三个鸭梨啊，不光是速度摆动的快了，嗯，而且呢它现在呈阶梯式摆动。哎呦，这都被你发现了。哎呀哎呀哎呀，可惜了，今天其实呢难度没有那么大，因为天气好，所以赛道上面比较干爽，你又是刚刚开始。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你们好。两位好。啊，颜值好高的一个组合，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韩佳宇，来自安徽合肥。大家好，我叫杨雪一，来自安徽合肥。哎呀，两位这个说话的状态啊，嗯，就是从我们这个专业术语来讲呢，口腔里面是打开的。哎呀，说话的状态是积极的。你现在说话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夸张了？有点做作是吧？来，两位介绍一下自己所学的专业。我现在学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哎呀，我们同行。你看，猜到了是吧？嗯，同行啊。在这个未来工作之前，今天咱们先得把这个转圈给转明白。对，先来看一看啊。来，两个人做好分工，是自己转自己的呀，还是由一个人代替呀？你来转是吧？好，你先来转，来吧，3, 2, 1，最想转到的是哪个？肯定是减速吧。关卡减速。肺活量挑战，漂亮，来上道具。来，咱们数一数上面有多少个气球。好多是吧。肺活量挑战，持续吹气10秒钟，把里面的所有气球全部吹起来才有闯关的资格。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我尽量准备好。来，深吸一口气，我尽量准备好。来，3, 2, 1，开始。哇，可以，可以，可以，这肺活量。哎呦，是。还有两个没吹起来，继续啊。虽然他不是学播音主持的，但平常这个基本功加持啊，这个吸气的练习啊，看来还是从姐妹那里得到了一些启发的。你看看，好姐妹，她的手气。我让她来帮我弄，因为她平时运气比较好。好的，来。你管她这个叫运气好啊？好深的一段感情，这好姐妹替自己选的，好，硬着头皮也得把它给完成。好，给你。好深的一段感情，还干杯吗？来，那再来一瓶。来，哎，我们水管够。那没办法。好，祝我们闯关成功，干杯！一口气喝一半啊，当然也要注意不要呛到啊。是的。好，可以了，喝进了255毫升。两位谁先来冲关呀？好的啊。好，学播音主持的学妹先来，准备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雪姨有点晃范儿啊，刚才第一下明明能上去，晃了一下。可能是刚刚这个感情太深了，喝的水太多了。感情深，一口闷。
这个赛道上正在闯关的啊，叫杨雪一，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一名同学。今天自己的目标是第一关不落水，那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啊。是。啊，不错啊，双双向下顺利来到第三关。这个也是代表系里面或者班里面所有同学来到了这个赛场上。是的。啊，不错。当机立断啊，这个就是虚，哎呦，这个不错，随着他顺利的通过这一关卡，好姐妹也发出了呐喊的祝福声。好的，欢迎这位未来的同行啊，学播音的小姑娘，这个赛场上的表现啊，简直像一个学体育的小姑娘。感谢衢州九华滇池罗仙镇景区为本节目提供门票蛋糕作为奖品，祈福上九华，休息到滇池。应该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不过在他这个年纪啊，今年大三，21岁，其实运动不运动的身体素质都还是比较好的。是，主要是他脑子反应特别快，就到每一个关卡啊，处处能力、化解危机的能力特别强。没错。好，不错，掸掸手上的尘土。我们赛道上没有尘土啊，这是发的汗。掸掸水上的尘土。一路过来风尘仆仆啊，接下来是女生的第六关如鱼得水。这一关就是需要比较灵活一点就好了，掸掸前进抬脚。好的，非常灵活的通过了第六关，接下来是第七关。女生第七关啊，纸上飞花。这一关有一定的难度啊，因为平台之间距离很大了。哎呦，真不错。他这要不是手给劲儿抱住了，这个很危险啊。他刚才这一下挺果断的，倒是。漂亮。哎，稳住。第一分比以往时候来的早一些。是的。哇，来了来了，最后一关了。今天我也是反复强调啊，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关的难度看似升级，其实难度是有降低的。他把一个大坡分解成了好多个小坡，其实对于闯关的选手来说是更省力的，而且闯关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了。记住，一定是下半身的力量靠手的力量是拉不上来的。把绳子对准身体的中轴线，身体不要往后躺，弓着腰，对，弓着腰往上走。好，弓着腰啊，保持上半身前探的状态。好，上半身要前探，不要往后躺。坚持住，身体往前探，不要往后倒，不要往后倒，扶住，来，过来，撑住。耶！我跟大家实话实说，站在我的位置，伸手拉他，理论上是拉不上来的。但最后我为什么要伸一伸手？其实是给雪一一个希望。你看那里有一只手可以抓一下。但我必须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和雪一，你是靠自己的能力登上来的。我最后拉那一把其实不重要，但当时确实身体上感觉过于疲劳了。嗯，没力气了，最后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是吧？对。现在好一点了吗？好一点了，高兴了。高兴了，给你的朋友加加油。韩佳宇加油！只要不放弃希望，一直往前冲，都会登顶的。
次恭喜雪姨登顶成功。而且都说韩佳宇的运气更好，因为他平时很容易中奖。好朋友已经登顶了，这份好运能不能延续给你？我希望能延续到我。好的，希望你继续加油。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佳宇踏上赛道，两个人打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学啊。刚才呢，雪姨的登顶也为佳宇带来很大的信心。是的，两个小姑娘身形也比较相似，多好啊！高中是同学，大学里面呢学的是这个一个系列啊，一个是学播音主持，一个是学电视编导。未来就业呢，如果是从事本专业的话，还是在一个单位。而且你发现没有，上了大学有时候专业不同啊，就有时候共同话题就会变少。但是他们俩呢，学的这个专业的共同话题还是非常多的。是的，所以这个友谊啊还是可以延续的。哎，可以可以。哎呦，两个人看来平常运动也在一块儿，运动也在一块儿，运动也在一块儿。哎，说早了吗？怎么在这儿滑下去了呢？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好。哎呀，好有热情啊！就是他这个打招呼方式比较带冠军相。大家好。这手部举起来就不会说话了是吧？大家好，然后我叫什么，在哪儿工作，有没有男朋友啊？大家好，我叫张梦琴，来自安徽淮北，现在是一名健身教练。哦，健身教练，那我明白了啊。你看那个健身运动员上场前都是这样，哦，打招呼，就检录处检录以后跟这个现场的30000人啊打招呼，打招呼啊，嗯，他所以他得这样。这个、健身里面啊也细分为很多个专业，是，你是从事健身领域里面具体哪个专业呢？啊，我主要做的就是一些塑形类，女性塑形。啊，你看看我这个身材，还有哪里需要改变的，哪里需要塑形，让它走向更好。肚子，我有肚子吗？快吸起来！你不要趁着工作的时间在这里询问他，人家的咨询是要收费的。好嘞，好嘞，这个这样啊，费用呢今天我就不交了，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好的运气。来，希望你今天好运爆棚啊！来，开始。好，希望赚到哪一个？减速。减速，关卡减速，能美梦。哎呦呦呦！赛前热身，这个也很适合你。是的，对吧？啊，做几个这个热身的动作，正好展示一下你的专业。啊，可以，可以。啊，你来做，来跟你也偷艺学习一下啊。脚分开，两脚分开。腰不要弯，然后腰是直的，然后双脚，双手摸着我们的双脚，然后往下蹲。好。好，你继续工作吧，我提前下班。这个做几下感觉腿特别酸啊。对，他的腿后侧会有很强烈的拉伸感。哎呀，真不错，效果达到了。是的，希望你闯关在热身之后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吗？加油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 3、2、1 go。 哎呦，出发的这个状态啊，到底是健身教练。是的，很有力量感。张梦琴平常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健身馆里边作为一位教练，指导每个人每天健身。刚才那个跳跃啊，哎，你看这个跳跃再次展现了出来，教科书级别。是的，平常啊在那个健身房里边有这一项啊，立定跳远。你看他跳得非常的准，而且呢落点的时候支撑点也特别好。是，它是需要通过这个膝盖，大家仔细看，调整到压力的中心点，再次准备跳跃。其实后面的所有冲刺，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张梦琴这个，哎，比较标准的跳跃和过关方法。是的，前两关过得都非常的顺利和标准，来到第三关查运流转。其实我们赛道上的每一个关卡，大家可以理解为健身房里面各种器械。只不过呢，健身房跟我们赛道唯一的区别呢，是我们赛道下面多了保护你的水。嗯，等于今天来赛道就是来运动了。是的。
说话间已经来到了第四关，看他非常的自信啊，自信满满，加油！这能不自信吗？这是身怀绝技的人呐，跳着跳着就到第五关了，可不是嘛啊！从一出场啊，就非常的自信阳光，感觉赛道对他来说不算难。不过这个预备姿势也是非常的可爱啊。好的，我们教练平常的职业呢，就是善于观察，在观察当中找到学员每一个人的漏洞。是的，教练的职业跟我们其实有点像啊，我们也要观察，观察完了告诉大家怎么闯关。但不同的点在于，教练啊，他教学员，他自己是有真本事的，那我们就只有嘴把式，尤其是我。好，那是男生赛道啊，对，转身来到女生赛道，还是很轻松啊。这个体能确实是好，到现在没有一丝疲色。一点都不倦累的啊，感觉还是充满了能量。就是教练到赛道上啊，都不一定有学员厉害。那他挺厉害的呀，他这挺厉害的啊。哎，这个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赶紧收腿。很好，快速出腿，快速收。哎呀，出现了一个非常让人意想不到的失误，也是这一关非常少见的失误。这关失误真是太不应该了。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李海柔，我来自安徽合肥。海柔平常运气怎么样？大事挺好的，小事就就是不是太好。今天是大事还是小事？我希望他能给我带来好运吧，把它当成一个大事。好的，那我们来见证一下啊。每个人都有一个最想抽到的，你抽到的我猜是观察减速。谢谢您，来开始。这个所有的里面啊，应该观察减速是最占便宜的一个。最希望被抽到的。对，哎，大象鼻子转十圈，来，这还是女生队第一个抽到的。一圈，两圈，三圈，四圈，转起来，五圈，六圈，七圈，还没结束，八圈，还有两圈，还有两圈。加油加油，九圈，最后一圈，来，还有一圈，还有一圈，十圈，来，听口令，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出发 two, 出发 one, go。 我带着你走过去啊，来，缓一下，来，快，速度要快，缓一下，缓一下，来，路都不会走了是吧？好，还明显感觉到还是向右边有点偏，这走路都是一步一步的走，另一只腿都不会迈了。对，因为这个，哎呀好，今天的女生赛道呢，这个运气好不好先放一边，我们的勇气都非常可嘉，而且成绩呢也不错，我们第一组女生队就拿下了一分。好嘞，我们看看男生队他们的表现。全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非常的有意思，叫全民转转转。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转盘了，今天上午女生队已经转过了，是。但是我觉得女生队的运气啊，差一点意思，因为好运掌握在我们俩的手里。我要点你一下，你刚刚说全民转转转，我们这个叫超级转转转。哦，超级转转转。对。哇哦，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非常的有意思，这样的一个玩法到底是好运多一点呢，还是微微的有些不幸呢？我觉得都是充满了乐趣的。说了，我更加期待选手的表现了。哎，话不多说，有请第一位登场。有请。欢迎你。欢迎。来，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尹清涛，来自安徽安庆。哎，对我的麦克风是有什么执着？他想把你的麦克风抢走。习惯了，就一般上台发言都要握着麦克风才有自信，对吧？对。这个作为首发出场的第一位男生，现在的心情怎么样？紧张死了，好紧张啊！紧张啊！你知道我叫什么吗？刘锦江，刘锦江，你不紧张，行不行？行。那这样，先来转一下，因为今天是超级转转乐，有没有自己内心当中想转到的区域？关闭喷泉，你是挺实在的啊。那当然是往好了想了，对吧？好，那究竟运气如何呢？来，转一圈，开始。我来猜一下，究竟会停留在？哇，关卡减速，差一点点就到关闭喷泉了。但这个也是加分项的。我觉得这两个一样都非常好啊。我们上来就是有一个这么好的，你满意吗？还行吧。还行啊。都减速了。不到达核心关卡往后走都过不去，行不行？行。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位非常幸运的选手啊。是的，虽然说我们关卡减速，但是咱们第一关啊，这凤阳花鼓我们减不了速，靠你自己。必须要一鼓作气啊！已经来到第二关了。哎，第二关能明显感觉到哦，比平时是慢了那么一点儿。哇，我过得非常的顺利啊！想不到我们男生队第一位就如此的幸运。既幸运还得有实力。哎，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这一关啊，文房四宝在考验着你的判断能力。好，妙笔生花关卡通过了，来到第四关，准点到达，准点到达。准点到达呢，我们这个哦，非常棒，越过了高铁的车厢，真的准点到达了核心关卡。好样的，欢迎你啊。这刚才说紧张的是你吗？我都怀疑我看错人了。刚才说紧张的那个人一定是锦江吧？我确实有点紧张，看着他的样子，但是闯关的状态是非常在线的。来，我相信啊，现在你的闯关啊，已经让你的两位队长不紧张了，放下心来了啊。虽然你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点点的小紧张，因为不知道你具体实力如何呀。现在已经看到了，实力超群。算的是一位很谦虚的选手啊，还有最后一步之遥，来到转接平台，真的挺棒的啊。接下来是男生队的第六关，男生队第六关也是很有难度的啊，叫做力挽狂澜。很多人到了这一关以后会有点懵，因为这一关的设计吧，确实乍一看有点看不太明白该怎么过，往上走才行啊。糟糕啦，这样子的。哎，这也是这个要能过来也算创造我们第六关的一个奇迹了啊！但没地方抓了，麻烦了，麻烦了，麻烦了啊！这一关不是靠手过的。好，这个开场虽然没拿分啊，但是状态是不错的啊。是的，而且我们非常的幸运，给后面的选手开了一个好头。好，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欢迎你。好，这位身材很健瘦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啊，大家好，我是方科学，来自安徽铜陵。哦，名字很酷啊，叫方科学。看你这体格，做什么的呀？我是一名健身教练。哦，有信心了。不过今天啊，好玩了，超级转转转，对吧？有实力是一方面，还得有运气。所以接下来看一看你的运气如何。来吧，开转。哎，有没有想转哪个之前？
减速，减速啊！想穿刚刚一号选手的那个，你们俩是？他跟上一位选手是搭档着来的。他想要减速，他想要喷泉，他俩换了。对，这一关给你关闭喷泉，这个难度也是有所减弱的。特别是第一关没有这个水流的干扰啊，相信你可以如履平地，可以吗？可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加油，方科学！一鼓作气，你真的做到了，来到第二关。哎，景娘，你觉得作为一个健身教练，他在冲关的时候有什么优势吗？健身教练首先他的体能方面我不担心啊，就是整个的核心力量应该很棒的。但是呢，他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协调性啊，有很多的健身教练来到赛道上也有很多失误的，就因为协调平衡感不是特别好。我知道你意思，是不是因为他们可能肌肉练的呢比较结实，是整体的自重比较大，没有那么的灵巧。对，但目前我们所说的这些状况呢在他身上都没有体现出来。那你说啥呢？我是给他制造压力。他又没什么关系，他这么厉害啊！来了来了，男生队今天啊开场就势如破竹啊。是的。好像男生过第五关轻松大挪移，果然是轻松，不费劲儿啊！而且他特别幸运啊，他现在闯的赛道非常之干爽，简直是我们全年比赛最干燥的一天。没错，这也得益于他今天转盘所转到的关闭喷泉这个选项。好幸运呢！其实，在赛道上大家知道啊，赛道只有两大难点，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赛道是关卡是会动的，而且速度是会变化的，这一点呢很多人都畏惧。另外呢就是有喷泉，赛道湿滑，整个赛道的喷泉全停了之后呢，这条赛道摩擦力就大了很多。好，这个关卡呢告诉你通关要领，咱们往上走别往下滑，手脚并用啊，不要只用手也不要只用脚，往上，哎，又是一个，哎，这样不行啊！反复跟你们说，这个通关方式是不太行的，没有地方下手了，非得坚持，非得坚持，非得坚持。真的，你再加加油，你面前就是第七关了，也是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定制关卡，顶天立地，就差走半关呢，多遗憾。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撞南墙不回头。哎，你看上一位选手在第六关他以相同的方式发生了失误。哎呀，这确实是都没有让我们看到中国体育彩票的定制关卡，有点可惜啊，希望下一位选手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下啊。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你。欢迎。今天选手登场状态都不错。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王方志，来自安徽合肥。好啊，本地人。看了刚刚前两位选手的这个闯关的状态，什么感受？必须把第六关拿下。第六关的通关要领你告诉大家。手脚并用往上爬。哎，你知道我非常相信他能过，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职业是一名，大声地说，搏击教练。搏击教练，你说这手脚是不是很灵巧？而且听说你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是初一的时候就在少林寺，然后回来过后就一直在搏击俱乐部里面就业。哦，少林寺，嵩山少林学武功。我心里只有个梦，想去嵩山少林学武功。但是闯关还是要看他今天的表现。没错。今天的超级转转乐啊，来到旁边，来转一下，看一看运气如何。开转。哦，看看能不能抽到好运的呢？肺活量挑战。跟你说，对你来说非常简单。我们这里有一把气球，要求你在10秒之内把它们全部吹起来，则算顺利通过。对着咱们这个口吹就行了，有没有信心？有。来，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厉害厉害，顺利通过。这个平时啊，像倩文吹一个气球都费劲儿，真的啊，现在吹了一把，人家十秒钟吹了整整一把气球。你知道肺活量代表什么吗？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的体能很强大。哇，好期待他的冲关哦！有没有信心？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一鼓作气啊，咱们千万别犹豫。这第一个关卡呢，也是以凤阳花鼓啊为原型做的关卡设置，看似简单，其实闯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是，但我对他真的很有信心。你看我们前两个选手啊都在第六关失利了，但我觉得搏击教练咱们还练过传统的这个武功。是啊，最重要的是他刚刚总结了前两位的经验，知道哪些是不应该做，哪些是不应该做，哪些是不应该做的，所以我对，就是你是学到了落水是吗？怎么呢，我们还没到第六关呢。哎呀，这纯属于时机不对呀、看出来他是想要告诉大家他落水的水花究竟有多大。是，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有请。哇，两位男生，欢迎。来依次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王康威，来自安徽宿州。大家好，我是吴家帅，来自安徽阜阳。你们俩为什么一起上来，什么关系啊？我们是，他是我师兄，我们在一个实验室。哦，师兄弟关系。实验室能不能稍微展开一下，讲一讲什么实验？就我们在安徽农业大学就读，然后在做一些农业方面的实验。对。哦，很厉害啊。那应该是学业上是共同有打配合的。是的。那今天来到赛道上也好好配合一下。那配合之前呢，看一看二位的运气究竟如何。你先来转吧。好，开转。有没有想转到什么？减速那个啊，关卡啊、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啊。说真的，我们今天男生队的运气简直爆棚。哎，爆棚爆棚，说什么来什么。好，到你了。幸运了。哎，你也说一个你想要啥。那就关闭喷泉吧。哎，关闭喷泉是不太可能了。哎，其实赛前热身啊，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增加体能的方式，因为做一个很好的热身可能有助于你接下来体能的发挥。是的。那你们俩谁先来闯吗？我先吧。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好，第一关一鼓作气啊。吴家帅，你抽到的我们的转盘是关卡减速，所以呢只要你顺利通过第一关，到第二关会发现难度锐减哦。是的，你看第二关明显速度就减慢了，要找准时机。哎，好，以相同的方式。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提前量早了。这俗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哎，师兄落水了，接下来这个重任就交到师弟身上了。师弟上场之前有一个热身，我们对于热身的要求是这样的，非常简单，只要做20个俯卧撑就可以了。对，很简单，20个俯卧撑就行了。可以吗？可以可以。好嘞，来展示。来数着啊，1、2、3。我给他解释一下，这20个俯卧撑真的不简单，很难啊。对，你一般千文只能做2个，我一般能做个7、8个。你能做7、8，我第3个我就再也起不来了，是吧？对，我就趴倒了。刚刚练的面部都开始发红了，这个应该是比较充沛的赛前准备了。有没有信心接下来闯关？有。好，加油！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这明显脚步放慢了啊。是的。因为其实对于他们俩来说，大部分时间呢都在实验室里，你做
着一些这个科研方面的、农业方面的这个研究啊。我们的王康威现在就读安农大的研究生二年级，那他刚刚的学长吴家帅呢是念博士一年级，太厉害了，学霸呀。那我觉得他接下来过第三关可能会比较轻松，哎，妙笔生花跟咱们这个文房墨宝跟写字有关系啊。调整节奏，你听这个声音，这个音乐配的就可以让你放松一下。来，好，把自己稳住了以后跨到下一个，很好，小心你头上的笔哦。是的，当然我们也更加希望更多平时学业繁重的同学能够在暑期来到我们的亚洲号赛道，感受这样一个文旅打卡季的现场。好，准点到达，这中间距离最短的时候大步迈过去就可以了。是的，小心这个旋转的车厢。可以吗？哇，有惊无险来到核心关卡，交给高台。好的，刚才啊在高铁的这个顶上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但是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啊，还是被你抢救回来了。又要瞻前又要顾后啊，这一关确实是难。如果我们把他的闯关快进啊两倍速或者三倍速放的话，就会看到他头啊一直在前后看前后看。机会不错。好，第五关也是我们安徽黄山的标志性的景点迎客松。等等，哎呀，越闯越勇了啊。是的，冒险了，看得出来步子迈得够大啊。好，接下来来到第六关。第六关今天来了好几位男生，但是都出现了闯关方法上的失误，导致无人过关呢。希望你接下来可以突破啊。对于他来说可能内心当中是比较担心第六关的。不要担心，前面有非常有意思的第七关，往上走，中国体育彩票的定制关卡，顶天立地在等你，那关更好玩。往上往上，那关可惜了。哎，对了，哎，方法是对的，还行，还有机会吗？哎呀，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位置啊，出现了失误啊。此时此刻我特别希望后生的这个转盘上多加一个选项。什么？关闭第六关。你这想的怎么这么美呢？大白天的就做白日梦了。我希望接下来选手可以获得一分，真的太期待了。我也想，咱们女生队第一轮都有一分，咱不能一分没有吧。再接再厉，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这位我有信心了。为什么？看到他登场的时候，你看身材非常的强壮。他刚刚冲上来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我站的地方有点震，在震动是吧？是。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王晨博，来自安徽阜阳太和。阜阳的朋友，阜阳的朋友，我们看到了你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啊。今天冲关有没有预期的关卡？能过几关是几关吗？这个平时有自己爱好吗？锻炼锻炼身体吧。对，你刚刚所说的这个重量级的选手哦，不是说他有多重，是他很重要，对于我们赛道来说，对于我们男生队来说他至关重要。是，接下来的这个转盘就更重要了，看一看会转到什么区域呢。还转，哎呀，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好。我来核实一下啊。啊，这是加速吧，关卡加速。我告诉你，把压力化为动力，如果加速你都可以成功登顶，你这个实力足以见得有多么的强大。有没有信心？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我比较担心他第一关。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他这个重量级啊，自身的重量比较大，你看他上骨比别人那骨面加油啊。
没问题。来到第二关啊，这个关卡是有加速的，所以时机对于你来说至关重要。稍微打好一点提前量，在他快要转上来的时候，咱们就跳出去。没错。好，准备准备到那边。好，哎。哎，还有机会，调整。好，过过过。抓稳。哎、他每一步都走的感觉有点晚，但是每一步也都刚好赶上。没错，他的这个臂力非常的惊人。对。第三关，妙笔生花。好，很顺利啊，来到准点到达。第四关往后啊，对于他来说是有优势的，因为对于体能上的这种挑战，他本身就具备。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好的，今天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挑战成功第六关啊，因为你必须先得过第六关才能到第七关，才能来第八关，才能登顶，一直卡在第六关这个问题上啊。这个用我们平时的网络用语说，就是出现了一个程序错误。没错，陈琦也在提醒你啊，目前为止男生队啊还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所以压力是给到你了。是的，陈琦也在提醒你啊，不能一直这样卡在程序错误里，要赶紧重启。来来来来来，因为我的名字啊，在湖南方言里面，这个就是跟电脑重启的两个音是一样的。怎么说？湖南话怎么说？陈琦。哦。叫我的名字叫陈琦。哇，还能重启吗？电脑重启叫电脑陈琦。电脑陈琦。不就是一样吗？好像哦。对对对，重启跟陈琦在长沙话的发音里面是一样的。好，那刚刚这一步重启了。很好啊。希望出现失误啊，如果卡了程序错误都可以重启。好，一定要有信心啊，千万不要因为第五关有一些哎呀这真艰难啊。我就说了半句话，后半句就咽到嘴里。他总是过得出其不意，每一关我都觉得他可能要落水了，但是看人家都能不落水。我唯一担心的是你这么闯关啊，体能消耗会非常严重。是的。来到第六关，来到第六关啊，展望第七关，遥望第八关，需要先通过第六关才行。来到第六关了，高才还会远吗？你真的不好说，我跟你讲，有时候咫尺天涯呢。往上爬，手抓着，对，这条路是对的，别停。很好很好，找下一个落脚点。哎，还真过来了，过了过了过了，漂亮。第七关了，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顶天立地。所以说嘛，还是老话说得好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在前面，对，他在前面真的是受了很多的磨难，但是也只有他通过了第六关，但是第七关也不容易。没错，两种过法，一种是比速度慢了。慢了，加油、啊！坚持住啊！这个考验，臂力的时候到了。真的，他今天闯关是多大多难呢？撑下去可以吗？还能坚持？哎呀！不能重启了。但是恭喜你，今天依然是南方队冲得最远的一位。这个时候啊，我的内心是此起彼伏的，因为总的来说今天男生的闯关状态都是非常在线的，很可惜没有拿到分数。那目前呢，我们是落后女生的啊，没有得分。是的，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女生组第二组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文旅打卡记。哎，这个男生队的运气也不怎么样嘛。我觉得我们女生队还是很好的。哎，我们运气好，手气好，而且呢会在第二轮女生队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个传奇上演。来，是的，有请第一位。有请。你好。你好。来往前一点，自我介绍。
我叫张小静，来自安徽医科大学，今年研三毕业。哦，医科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皮肤科。哎呦，那你请评价一下我的皮肤，脸上不是我真实的皮肤啊，那是这个粉底的色号。来，给你看一下我的皮肤，评价一下。很细腻，很光滑。我们选手都太会说话了，情商太高了。你看把男主持夸的，我跟你说，人家今天来向前冲是有原因的。他刚刚说了一个重点，今年研三，也就是最后一年在医科大学了。对的。所以想来完成他的这个，也算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愿望。他这个专业很厉害，医科大学嘛，对自己的呼吸器官呢运动都很会调节哦，哎，自己有一个良好的控制，是再加上手气的加持，有可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我觉得你说的对，来吧，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手气怎么样，开始转转转。哎呦，看这劲儿用的不大。好深的一段感情。哎呀，我觉得这个也很合时宜啊。来拿两瓶，我们俩一起碰个杯好不好？我想和女主持人碰杯。啊，可以，没问题。来，我喜欢美女姐姐。来，我刚刚说她这个也很合时宜，因为什么呢？她今年就要离开合肥了。那我就是作为合肥人，我就是对她在合肥待了这么多年表示一个欢送，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回合肥来，也祝你今天闯关成功啊，加油。朋友你明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水吧。水啊，水。你看他还尝尝，他不放心。你的感情没有我深。别乐别乐，容易下来，再喝一口，255毫升，要喝一半。哎，好嘞。好，有这一杯清凉甘甜的水，希望你能够闯关登顶成功，好吗？好，谢谢。不客气，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张小静，是江西人，在安徽待了这么些年。这是一位拒绝跟我碰杯的冲客。人家喜欢美女姐姐。我提议的多好。不是，假设说啊，在这个饭桌上面，对吧？别人主动说我可以跟你碰一杯吗？然后你回复他，我更喜欢旁边的美女姐姐。就是谢谢你的提议，但是我婉拒。对啊，这个很伤人心的呀。很好，第一关很干脆。不愧是我们医科专业的啊，就是观察的特别仔细。先观察仔细了，再出脚。是的。医学生都非常的严谨。哎，你看他这个出脚前都仔细的观察，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啊是属于不允许犯错、不允许有瑕疵的职业，所以他平时呢也哎，闯关可以有瑕疵，闯关可以有。来，有请下一位。你好。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陈雨欣，来自安徽阜阳，目前就读安徽农业大学，读大一。哎呀，他这个声音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含糖量特别高，四个加号。很甜。哎，很甜。这个声音是从小就这样吗？还是通过什么技巧练习出来的？刚才是夹的。刚才是夹的。那你正常的声音呢？能听听不夹什么呀？正常就是这样呀，有还可以吧，感觉。这样，正常就是这样。那对，正常就是这样，那就是也没夹。一会儿我们听一听他上了赛道是什么样。是的，来看一看你的手气如何。来看一下吧。好，3、2、1，启动转盘。最期待抽到的是哪一个？关卡减速。哎呦，差一点就到关卡减速，差一点点。赛前热身15个深蹲，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深蹲，准备，开始。1、2、3、4、5。哎，你没蹲下去啊？你玩赖啊？来，从头开始。继续啊！预备，开始。1、2、3，双脚与肩同宽。15。好嘞，趁着这个关节的这个热乎劲儿啊，
来，准备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明显刚才蹲的有点猛了。哎，不错，要利用脚尖啊，跟赛道之间的这个摩擦力，把第一关轻松通过。第一关呢，其实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你可以姿势不标准，但是脚下的摩擦力一定要好，手上的配合一定要好，抓牢房檐上边、房脊上边，很好啊。哎呦，这个原地的双手甩动起跳，看上去很专业。好的，来到第二关，刚刚第一关其实他借助了不少手部的力量，哎，看一下第二关方法怎么样。不错啊，很稳定，一直想往前伸，但是采取了一个原地双脚起跳的摆臂动作，好，不错。你看他是第一关第二关的，随着关卡的度过，他的速度仿佛也提起来一点。好，第三关没有太大难度，手也要稍稍扶一下，可以扶一下那个茶碗的边沿，给自己增加平衡稳定程度。好，这关考验的是良好的判断，好的判断，好的判断，这判断好啊。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哎，跑的是快啊！你好。大家好，我叫陈芳荣，来自福建莆田，现在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有福建的朋友啊，远道而来。而且他这个说话当中啊，你家乡的话能跟我们打个招呼吗？比方说用这个莆田方言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名字。大家好，我叫邓浩恩，我来参加男生女生哈根虫。男生女生哈根虫。对，你讲的就不像福建莆田话。叫什么？你讲的像这个阜阳话。来，家乡的朋友，你们听到了吗？哎，但是你看他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家乡话之前，一点也没有家乡口音，这一点是的啊，对吧？我感觉他们都会说我比较带有一点福建的，就是腔调。哎，现在怎么突然之间有了一点点呢？那就怕提醒，是吧？一说就会有。平时运气怎么样啊？还不错，但是我感觉今天的运气还是要留在这里闯关。好的，就是抽到什么赚到什么不重要，我们运气要留在赛道上。是的，好。来，准备开动幸运转盘，希望你有个好运气哈。来，转转转，开始。我也是不错。哎呦，场内求助。场内求助，场内的所有人都可以。都可不是，其实场里面水内求助应该叫，哎，求助里面的。来来来，救生员大哥挥挥手。现在有四位在我们的前方，来跟我们挥挥手。大家看啊，还各有特点啊，仔细看，准备向哪一位求助？就他们能带我过关吗？对，他们可以在水下引导你，然后向你大声呐喊，跟你传递过关技巧，可以帮助你。那最近的那一个吧，最近的右边的第一个吧。哎，那个嘛，那个看起来比较活跃，看起来比较活跃。你的活跃打动了他，他是纯黑色帽子的救生员大哥，来跟我们挥挥手。戴着黑色墨镜的，好，那我们就到时候让这位救生员大哥一直陪伴你闯关。对，跟我们挥挥手，就是你，不要看了，有没有信心带他过关登顶？好，点头了。好，加油，行不行？希望你们二位配合默契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显然第一关。我们的这个救援大哥就开始在下面为他指导了。哎，抓住抓住，男生女生向前冲，水下兄弟团。好，仔细听啊，
好，这一大步迈得很漂亮。确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场内求助也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的救生员团队啊，他们每天都在我们的赛道旁边。是的。他们看过了无数个冲客的冲关，而且在他们当中呢，也有不少我们的冲关王选手。哎，好，很好。前两关非常的顺利，来到第三关。我们看到被他选中的这位全身黑衣的救生员大哥也是一路保驾护航。我选中了你，对我进行守护。你看他多么的认真，多么的专业，脚下还进行了踩水，一路在进行指导。好，很显然啊，我们水下的救生员大哥这个保障过关也是有张有弛。第三关难度不是很大，到了第四关了，汲取之前冲客的教训，这一关呢要注意那个机关摆动啊，它不是有频率的，所以当它不动的时候最快的速度来通过。哎，小心，刚才那一下差一点啊。好，冲。救生员的保驾护航下来到了第五关。第五关比较难保驾护航啊，第五关，第五关隔得有点远。虽然你只指定了一位救生员，但很明显啊，现在帮你保驾护航的不止一位。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跳得更远就让腿部的弯度大一点。好的，是选择起跳了以后是用膝盖着陆的啊，他这个姿势其实会让他的这个起跳距离不算太远，但是呢可能更有安全感，比迈腿更有安全感。保持住状态。好，这一步是腿迈出来了，漂亮。第五关虽然过得不算快，但是也算有惊无险。第六关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不要往地上躺啊，也不要往地上趴，尽量的跨越障碍，跨越。啊，随着这个闯关到后半程啊，我们看到他的整个人的状态呢也是松弛了很多，但脚架还是要绷紧啊。好的，起身啊，来不及了，再来一次，束脚收脚，束脚收脚，漂亮。很好，还是比较果断的。第七关了，纸上飞花这一关距离比较大啊，一定要尽全力跳。哎，位置不对，位置不对，位置不对呀！机会没有掌握好，直接跳入水中啊！真是眼看着他大踏步的就向水里边迈去，哦，晃了一下。来，有请下一位。你看闯关怎么样？咱先不说，咱这个笑容就赢了，非常的标准，这么自信啊！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吕蕾蕾，我来自安徽阜阳。哎呀，这乐得这么开心，啥事啊？主持人小姐姐太漂亮了。哎呀，今天的这些选手都是我请来的托，都是来夸我。那男的呢？也很帅气。你看还野，如果不加那个野，就是很勉强，特别。那想不出来咱们 就是实在想不出来哪应该值得夸奖一下，就咱直接转转盘吧，咱们就来转吧，把运气都留在转转盘上。我也不能逼你撒谎。来来，加油啊，好运留给你，开始。哎呀呀呀呀呀，奖品不见了。来吧，虽然没有奖品，但是也没有钻石圈或者升多，也很好。哎呀，这个心态很好。哎，这个心态真的是对啊，来给这个妹妹点个赞。就是当半杯水放在面前的时候，有的人就会看到怎么只剩一半了，但他就看到我还有半杯水。哎，这个很好，你的心态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蕾蕾也是今天女生队的最后一位选手，但是没有奖品了啊，很可惜。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既然都来了，
得拼尽全力，不光是为奖品。对，他不受外物所累，就是说你有没有奖品对他来说真的是不重要。他刚才说的多好，哎，虽然我没有奖品了，但是我没抽到什么钻石圈啊，哎，那种吹气球啊，哎呦太奇了。哎，好消息哦，子涵告诉你，告诉你哦，虽然你抽到的是奖品不见了，但是这只是和你开个玩笑，我们奖品依然会属于你，还是有奖品的，只要来到向前冲的赛道都能够拿到奖品。好，男生女生向前冲，女生队第二组呢，尽管没有拿到分数，但是我们看到了不一样冲客他们的手气，而且呢我觉得你看他们心态也很好，不论抽到了比较好的还是稍微弱一些的，他们都能够及时的调整，在赛道上的表现也非常的棒，希望咱们都能够向他学习啊，生活当中都能看到任何事物好的一面。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全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哎，咱们第一组啊，男生队总体来说虽然没有登顶的，但是咱们运气都嘎嘎棒啊，基本上抽关卡减速跟关闭分权的人很多，所以希望今天男生第二组可以运气继续下去，对，运气在线，实力再突破一下啊。好，比赛开始，有请第一位，有请，欢迎。来，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王新宇，来自安徽六安。听说今天你不是一个人来的？是的，我女朋友在第一组的第一个，来之前她跟我说能过第一关就算成功。你女朋友对你的要求好低哦。这种是鼓励式的啊，接下来看一看运气，好吧？转动我们的转盘，我们看一看，哎，关卡减速。他是找到了什么诀窍是吧？真的，我们组太幸运了，没得说啊！好，看一看他的精彩表现。嗯，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出发吧，新宇！今天的新宇虽然赛道上只有一个人，但是他是带着两个人的梦想、两个人的爱、两个人的力量在冲关。没错啊，这虽然女朋友说闯过第一关就可以了，但目前的状况是他的女朋友闯过了第二关落水了，他首先要把目标定得稍微远一点。是他女朋友说，哎，你过第一关就可以咯，但人女生都过了第二关了，你能第二关落水吗？第二关之内落水回去估计得跪键盘啊。太棒了。好，第三关妙笔生花，这个讲究的是身体的平衡啊。哎呀，我们的心语啊，过关的时候真的非常果断，你发现了啊？我们第二组男生需要这样的状态，把精气神都提起来。非常的精神的一位选手，哎，他学的还是数控技术哦。你看，他就很好的把赛道掌控了，来到核心关卡轻松大挪移。你别说，我们赛道也运用了数控技术。哦。是他的这个非常熟练的领域了，这个数控技术啊，运用在各大领域。哎，这个数字控制啊，是慢了点啊，是不是慢了点？能感觉到啊？慢了呀，这是慢了呀，慢了不少哎。啊，这如履平地了，这都不用往后看了，这根本伤不着你，直接往前走就完了。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这个松果都不怎么动了，对，但是这个松果推移的速度你看也非常之柔和。哇哦，好嘞，走。好，到第六关了，这一关啊转动的速度不会太快，要抓紧机会啊。哎，这一关啊咱们男生队好机会，来往上爬，速度。今天其实今天其实已经有一个人做了个成功的示范呐。是，这个体力有点不支了，好像腿下软了一下。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有请。
两位朋友同时登场，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我叫方林姐，来自安徽芜湖。我叫蒋欣，来自安徽马鞍山。两位是什么关系啊？室友。好，好室友。那接下来看看你们俩的谁手气更好喽？对，先看看你们的运气啊，谁先来转？好，有没有想事先想转到哪个区域？那个观看。哎呀，没机会了，大象鼻子转一圈啊，转十圈。好，到你了。来，看看是哪一个呢？你们俩果然是室友，太有默契了啊！先转好不好？来，捏着鼻子啊，转十圈。来，三二一，开始。开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呀，缓一缓，他已经站不稳了。听见我发口令了吗？听见了。加油！我厉害！哇，你这样敢这么过第一关？我激起了他的挑战。是，稳一点啊，稳一点。现在他一定是这个有一点晕的。但是感觉往前调整，哎，没有影响他冲关的这股劲儿。不用千万，他很有可能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想不到，什么都听不见，还是晕乎乎的。哎，所以晕一点好，就没有顾忌了，对吧？我们要模糊一点嘛，对吧？嗯，生活也需要模糊一点。来到第三关，妙笔生花。这是不是说有的时候人不要活得太清醒？迷迷糊糊的，说不定你困难还反而迎刃而解了啊！知道啊，快！稳住，可以吗？太棒了！恭喜来到核心关卡，交给高台。加油啊！我现在就期待有人能过第六关。共同的愿望。感觉今天第五关都没有什么可解说的了，不是很容易吗？人人都能过。他刚刚可是做了10个大象鼻子，所以他的平衡感真的非常好。嗯。如果是我的话，已经完全找不到赛道方向了。我也是，我这个只要做三个，我原地站都站不稳。如果是我的话，我刚刚可能第一关凤阳花鼓啊，我直接就迈到水里了。你不用转，你也掉水里。对，这也是实情啊，转不转的，咱都是往水里去的人呢。今天男生队怎么没有好深的感情了？我好想看到你们喝水啊。对，男生队没有喝水的。男生队怎么没有喝水的？男生队第六关全喝水。这个，对，脚尽量往上走。先别慌啊，别慌，来得及。哎呀呀呀，怎么又打滑了？哎呀，第六关攻克不了了呀，不了了呀，不了了呀。不过他落水还是非常优雅啊，真的是一滴水也没喝。你看，非常优雅，轻轻落入水中。你的好兄弟啊，大象转鼻之后止步于第六关，我希望接下来你跟他不要有相同的默契，第六关落水你要比他厉害一些，好吗？好，开始。开转转十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你的室友选择的是快速通过，看一看你的表现，慢一点通过。这个惩罚不是说大象捏鼻吗？他刚刚不是捏鼻子，他在捏鼻梁。哎，还可以啊，第一关一鼓作气顺利通过。来看看第二关，别着急。哎，核心发力也顺利通过喽。看看第三关妙笔生花如何？第三关我们的落水率非常低啊。
恭喜来到第四关，准点到达。打一点提前量，跳过去的时候跳远一点。哇哦！哇哦！希望过完第六关之后，我们还能这样欢呼啊！哇哦！欢迎来到第五关。但是我今天看多了第五关的轻松过关啊，我觉得第五关不是很熬物了。我一定要看到有人通过第六关，通过第七关成功登顶，才能让我更兴奋更激动一些。第五关过得非常轻松，我可以说简直是一个没费什么劲的过关啊。好样的，左手边向第六关进发。咦，还是有点累，稍微喘匀点气，我感觉你的腿有点站不动了呢。这是干什么？那就我来吧。哇哦，落水了。看一下啊，哦，手上打滑了，脚下也没站稳，还是心里有点慌。哎，我觉得你们要跟后场区的男生们多多的做一些心理辅导了。我跟倩文啊，现在有些难受，哎，有些压抑，有些困惑，因为总是要能够到达高台的选手纷纷落水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陈启呢。接下来我们期待一下啊，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欢迎你，欢迎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王云飞，我来自安徽安庆。安庆的朋友今天来了，对于我们的这个转盘有什么样的期待？不要喷水就行吧。不要喷水，希望的是奔掉喷泉，来看看你的运气如何。试一下肺活量挑战。来上道具。好，老规矩，十秒之内把所有的气球全部吹起来就算顺利通关啊。来准备，3、2、1开始。9、8、7、6、5、4、3、2，哇，都不用到十秒。它不是吹起来，它是吹炸了。真的把我们的气球都吹炸。肺活量了得，所以接下来咱们不需要给它加油打气了，它自己就给自己加油打气了。有没有信心？有。男生女生的向前冲，请听口令。3、2、1。好，第一关一鼓作气啊。好，来到第二个关卡，接下来就要考验你的临时调整自己身体姿态的能力了。落水点好像是直接跳水了吧？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来了一位有实力的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李菊响，来自安徽淮北。哎呀，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刚刚上台的时候，我听到我们男生后场区有欢呼说你是种子选手啊？没有没有，你谦虚是吧？是不是第一组男生有你的好朋友？第一组也有，第二组也有。他们闯过了吗？没有，还没。你是第一个是吧？我是加上女生，我是第四个。哦，你们是一起来的好朋友是吗？对。有没有登顶的？没有。那就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好不好？好，来转转盘，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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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一个呢？哦，你很有默契，肺活量挑战，十秒之内把所有气球吹起来即可。预备，走，10、9、8、7、6、5。哦，都不用到十秒了。我观察了一下，2口半。的气就吹出来了，就全吹起来了，所以我对你非常有期待。我们希望你登顶成功，好吗？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啊，有些着急，没关系啊，还好我们
不是计时的阶段啊，你这个要在计时赛的时候就不能抢跑了啊。恭喜来到第二关，接下来考验你的协调能力了，看看咱们男队的种子选手啊能不能顺利通关。哎，这个时机是不是把赛是不是把赛是不是把赛道看反了？赛道反了吗？这是转身离开，有话说不出来。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这个身材啊太棒了，介绍一下自己啊。大家好，我叫贺建国，来自安徽省亳州市。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和刚刚那位是一起来的吧？啊，对，我们一起来。两位看上去都很像是练过健身的啊。他一直忍不住在笑。我跟你说，你刚刚你好朋友是找错了方向，对吧？你这个身材体格，自己平时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运动爱好？不多。不多？不多，你怎么能练成这样，跟双开门似的？运动时间比较长而已，时间长。健身的年龄有多少？两年半。才两年半就练成这样，厉害厉害，自律啊！看一看运气如何，今天来转动我们的转盘啊！不会还是肺活量挑战吧？哦，场内求助。哦，跟你说一下，这一关我们求助的是我们水下的救生员们，他们将会每一关伴随着你们冲班，给你满满的安全感。有没有信心？有。他内心当中想的是应该不会求助到他们。哦，希望如此哦。好，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哇哦。担心我们的凤阳花鼓，好怕他把我们压坏了。他这体格确实好。顺利来到第二关，哇，他过关的速度真快。哎，时机很重要啊。哎呀哎呀哎呀，我刚说完时机很重要，救生员小哥哥第一时间就把他扶起来了，所以还是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场外求助。男生第二组了，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咱们第七关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顶天立地，所以我们带领大家用镜头一起看一下好不好？来看一看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很漂亮啊。真的这很酷哎，两个顶天立地啊，在这样旋转，而且是360度旋转。我们希望下一位选手可以让我们看到过关的精彩时刻，好吗？这么经典的徽派建筑，你看你这话说的，对我们队一点都没有信心了是不是？好，那就看下一位的表现了吧。好，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欢迎你。欢迎。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姚琳。哎，目前是在念书还是工作啦？在实习。在实习。嗯。他今天上来最显眼的是什么？我看我们俩猜对了吗？是他的短裤。哇、哦。好可爱啊，你自己选的吗？对，像豹子一样快。哇。哎呦，这个寓意特别好，像豹子一样又快又敏捷。来看一看你的运气如何呢？果然你真的需要像豹子一样的快了，有没有信心？有。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我们这个转盘啊仿佛听到了他的心声，说他自己可以像豹子一样快，所以就给他加速了，为了跟他达到同频共振啊。对，你说如果豹子跑不起来对吧，多难看啊。是吧。好，第二关。哎，哇，好险，他做到了力挽狂澜。嗯，所以我特别好奇他第六位，好奇他第六位，好奇他第六关力挽狂澜啊啊，又落水了。哎呀，我们是希望豹子能够快速到终点，不能快速落水啊。
有请下一位登场。有请。你好，欢迎你，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张云逸。哦，重庆的朋友是在这边念书还是工作啊？对，我在这边读研究生。哦，读研。哦，哎呀，那在咱们这个大安徽有没有觉得什么你特别喜欢的景点美食？我特别喜欢地锅鸡。地锅鸡，完美的地锅鸡。哦，特别好吃。好吃啊。嗯，这今天的发型是专门为我们的这个闯关准备的吗？希望能够登顶。希望登顶如此飘逸，就顶着这样帅气的发型登顶好不好？来，好，转动我们的转盘。来关卡加速，加速啊！希望你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运动的状态完全的施展出来，好吗？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他一登场，阳光都出来了。是。张元逸啊，是咱们男生队最后一个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了，那就是说只有他成功登顶，我们才可以和女生队打平手。没错，希望都在你身上了。抓稳，调整手脚并用，拔住，好，调整身体姿态，撑住了，这个有惊无险的来到了第三关，妙笔生花。哎呀，这跌跌撞撞的，大美安徽的美好的景色、人文各种精彩，包括刚刚我们所说的，中国体育彩票，叮，哎，彩票，叮，哎，彩票，叮，哎，我说的顶天立地，对吧？今天我们是有演员能够让选手带领我们到达第七关，看见了。还好刚刚我们用航拍的机器带大家看了一下啊，那就保留一点神秘感和悬念吧。好，今天男生组的比拼呢非常的精彩，虽然没有获得分数，但是大家玩的还是很开心的。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冲哥为我们贡献的精彩刺激的闯关时刻，很棒。快乐往里来，全民去冲关，感谢你们带来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在这里与全国的观众一起共同分享你的幸福生活和精彩时刻吧。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别忘了每天中午的11:45打开安徽卫视，跟你的家人共同欢乐的收看好玩好看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向前冲。